台北大巨蛋每年只提供中华职棒20场的比赛，球团认为上少了。外雄昨暗头啊表示讲，协调了后会来增加9场哦，每年至少会有29场。大巨蛋每年因为办世界中年运动会哦，外雄提供中职的大巨蛋比20场两年只有今年的一半。经过协调，台北市体育局表示讲，会对于世总运的档期阁拨出6场予中职来使用。体育局是呼吁外雄得爱公开每年的档期，保证讲至少爱有40场以上的运动比赛。